那么现在第二个问题啊，就是在我们的疫情，疫情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。再来印度啊，我们回到印度的这个角落来看，印度它顺利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的染疫国，这完全不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。像老师在年初的时候就讲，这个最危险的应该就是印度越南，但是越南第一次没事情，那第二次也开始有事情了。那也希望他们没事啊，因为毕竟。 这个疫情啊，一染起来你是很难收拾，尤其在这种比较不发达的国家，哈，发展发展力比较低下的，哈，那当然是希望他们能够能够平安，那是最好的。那么印度啊，它这是很顺利的成为第二大染疫国，但是啊，其实事实上啊，老师还是认为啊，印度其实是实质上它是第一个染疫国的最大人口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只是没有检测出来而已。它如果已经有检测的这么少一部分，你可能不到百分之八的检测率。 比，比如说百分之八，你有没有百分之三的检测率都不知道。在这种状况之下，你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的染疫国了。那么实质上你是全世界最高的染疫国，这都不奇怪。美国因为它的毕竟它还是比较透明一点。那么虽然特朗普他是希望他检疫速度放慢，要不会太多检疫者。那你放的越慢，你染疫的人就下降，那么就感觉起来他们的疫情好像就好转了。事实上是这样吗？事实上是这样吗？这个真的是一个问号。那么像这样子的状况之下。 伴随的出来就是印度的失业率会大幅提升，这个状况会造成什么东西呢？你原本小康的，原本你可能今天进来的钱跟你要去抚养家庭的钱是差不多的啊，或许还可以存个一点点钱，但大部分状况之下你是 OK 的。像这样的家庭可能就会变成贫困，你可能会失去你的房子，失去你的生活环境，因为你不再有收入了。而你不再有收入，你还要支出的时候，你就很难很难够维持下去。这个问题哦、啊，各位要注意到，这个问题不会只发生在印度，各位。 老师之前讲过，只要你没有控制好你的花费，只要你身上有负债，你不要看印度这么可怜，有一天你有可能就像印度人这么可怜。为什么？当你失去收入的时候，你无以为继的时候，那么你后面所遇到的事情就是这么残忍，好吧？所以各位尽量不要去负债哦，负债消费那是资本家的一个谎言，他要为了要奴役，让更多人能够为他去工作。 哦，然后买他更多的东西，让财富大部分的集中在少部分人手里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叫你负债，好吗？而让这些东西啊，让印度总理啊莫迪他能够改变国内对他的责难，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？就是把内部的争议转为对外的矛盾。当然，各位就知道，这叫做中印关系的恶化。中印关系的恶化其实一直在在莫迪他的控制范围之内。 所以说他要做什么事情？他要做的事情是我既能够吃到豆中国解放军的豆腐豆腐，然后我又不至于的，然后把中国解放军惹毛了，然后遭让我遭遇到很严重的军事打击。这个是他所能够扮演的事情。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政治人物。所以说他当他派去印度去占领那些班班公湖那些士兵，很多是他的亲兵。但是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什么？这些里面不乏的一些爱国的士兵。 什么叫爱国的士兵？看到解放军从那边靠近他们的时候，诶、欸，这个地方我占领就是老子我的，对不对？我说我们伟大印度国的，对不对？那你解放军也靠过来，虽然这个在外交上面它是未定区，然后大家的一个边界，你过来了我就要吓吓你，怎么样？死中国佬，对不对？赶快开几枪，开这几枪，怎么发生什么事情？让他们的让他们的民心开始大震了，但是让他那外交部长流了冷汗，为什么？ 因为中印在这两国啊，在一九七五年的协议，中印协议是不能够使用武力枪械，所以说过去啊，我们看到群殴、丢石头、打群架这件事情，都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因为双方没有带火力。而这次印度的爱国士兵啊、呃、开了枪，可能会让印度导致了过让解放军啊、呃、这些解放军长驱直入印度的最大导火线。 这是非常危急的，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当开了那一枪之后，反而中印两边的外长赶快磋商。为什么？中国要避免解放军那些用了血气方刚的小伙子，或是一些军区的,的军区的军的军事领袖，哎、欸，他已经侵犯到我国了，开火了，我们进入准战时状态，这些很久没打仗的军人开始准备打仗了，那就很难控制。而而印度也很怕。 当我们的爱国士兵开了几枪，你以为当放烟火吗你这开了枪就会死人的事情，而且他们的国内又没有这么多的资源，大军未动，要粮草先行，他们没有粮草可以支援到任何一场战争，所以要怎么办？两害取其轻，赶快的大家赶快低下头来，我们好好磋商一下，不要吵架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要保证我们下面的士兵不要造成大家的困扰。为什么中国高层不想打仗？ 不想打仗的原因是不想跟印度打仗，他不是不想跟台湾打仗，但是他不想跟印度打仗，跟跟印度打仗他完全没有好处。为什么？印度人，你就算打进去，你能够占领印度吗？不行。印度现在染疫这么严重，你让你解放军进去印度，你不是找死吗？对不对？你干嘛干嘛做这个事情？吃力又不讨好，但是你的国家尊严被损，被被被被。被 侵害的时候，你又不能不做什么，所以说打印度对中国是百分之百没有好处。那印度被打，也自己也百分之百没有好处。说这么好的状况是什么？你就只能协商。哦，那现在呢？大家看到印度不断的去增援，那解放军也去增援。那其实印度无论增援多少军力去那边唱歌跳舞庆祝去占领什么地方，中国的解放军说实在话的，他有完全对印度的军方有摧枯破朽的能力来碾压印度所有的军事。这为什么呢？ 我们说的比较实在一点，我们不要去捧那个解放军的好。我就老实说一个几实在一点的，以印度它本身的训练度，我们不要说它的设备，设备要用用人来操纵的。各位你要了解，再好的精良的设备，你都必须要精良的士兵去操纵那些军火，你才有用的。那就连这一点，我们就直接讲了，我们的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里面的海军陆战队。 挖人部队，或是海军爆破大队，加上救难大队，几乎都有实力。用一个营的军力，可以消灭印度一个军团的实力。哦、呃，这个这个这里解释一个，这什么东西呢？这里解释，老师解释一下，一个营的军力大概是四个连组成一个营，那大概是多少人呢？那以台湾的编制，大概是五百人的军力。那一个军团呢，有多少营呢？一个军团里面有三个营。 那大概就是一千五百人的军力，所以就是说，我们的一些国民革命军里面的精锐部队，也不用说靠解放军了，就刚刚我们就可以碾压印度印度的军队。但但是啊，如果回到一般兵啊，当然就是一比一了，毕竟他们会用扫把，我们也会嘛，我们就用扫把对战，但是这差不多。但是实际上来讲，依照我们正规军啊，比较精锐的部队去对付印度的部队，那是对付他绰绰有余，更不用说解放军为了应应这些国际上的变化。 他们尽可能的去训练他们这些军人，那他们的战力保持的肯定是比较比台湾来得好。但是，一般兵对一般兵的时候，台湾的兵队军队就会比较差一点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印度的士兵是比较耐热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台湾的军队三十八度以上不出操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。然后回到我们印度主题啊，中印外长他协商之后，他们有一些共识，包含了五大共识啊。 五大共识就是建立互信基础，避免可能的事态升级的行动，就是不要让下面人犯蠢这件事很重要。回去告诉你们的莫迪，不要搞一些小手段，一弄不好大家就完蛋。那接下来就是什么？这中印边境的一些事物的磋商跟协商动作，两边也要让自己的军队尽快的把他们调开，不要有接触。哎、就像其实就像什么，军人就像狗，军人就是鹰犬，你知道吗？鹰犬就是就是一个来去攻击他的人的东西。 鹰犬了、啊，你让他们只要一靠近啊，那就一定打起来。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，那一定会打起来的。所以，今天做这些事情呢、啊、是非常重要。而印度他自己也知道，他实在是没有实力真正的跟中国叫板。为什么？因为根据他们现在的疫情状况，他们的 GDP 已经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三点九，下降百分之二十三点九的 GDP，等于是说你不要说过去发展的多好了，你现在完完全全退回去过去的经济发展。 而让你现在几乎是难以为继的状态。而莫迪他现在开放的印度第四第四阶段的解封，也是按正常规定去开放。但是实际上来讲，他的第一次的封锁，就是为了是什么？你现在不封锁二十天，以后印度就会倒退二十年。其实，在某种层面上来讲，老师个人的认为，老师不是一个防疫专家，也不是医学专家，但是依照国际群势来讲，依照社会群体的的状况来看。 印度它有没有封锁，结果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会成为染疫最大的国家。因为你就算封锁了，问题是你人口大量聚集的地方，你没有办法隔离，没有办法隔离，你也没办法社交距离，你也没吃的，你也没喝的，你只能叫你的百姓不是病死就是饿死。那么如果你当时没有封，采佛系防疫，对不对？透过万能的印度神来帮你，那可能经济上不会这么惨，但是染疫这种状况可能会跟现在差不多。 这就是每一个地方不一样的时候，你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去做这件事情。印度如果防疫本身就没有办法隔离了，你就不应该采取封城的措施，而是大量的去跟其他国家，尤其是中国，尽量给你最深的，跟他请他赞助大量的口罩，每一天不断的发口罩给你的给你的百姓，你他妈就是戴，你就是戴口罩就对了。那你强迫他们戴口罩，无论贫富贵贱，你都得给我戴口罩，谁没戴口罩，我我就拿把谁抓起来打一顿。 那么这样对没有知识跟没有文化的百姓，你才是最好的防疫措施。你把他们封锁起来之后，但是他们还是聚在家里，还是在一个一百万人在仅仅不到几方圆几公里里面挤着一百万人，你封锁他有用吗？没有用，没有用，完全没有用。你社会还完全停摆，你的经济的齿轮完全的脱钩，你不如让他们戴口罩，然后事情都没了。可是为什么不戴口罩呢？ 这是不是很奇怪一件事情？其实当时印度真的就发出严守，我相信其他国家啊，不要说中国，我相信德国或其他的国家，只要有余力都很愿意赞助去印度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一个人权，这是一个外交友好的表现。当然，对印度来讲，这可能就很没面子，而他们又必须靠面子才能选上。为什么？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方面的问题，好吗？